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No， 然后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有点晚了啊。我今天出门办点事啊，然后的话回来，然后接下来给这几个毛孩子给他们喂喂饭，打扫打扫卫生啊。然后今天就视频拍的就很短了啊，就没办法了啊，真的就是这样，要不然就准备停更了啊。对不对？但是还是想和大家见个面啊。我们每天都是充满，对吧？美好的一天嘛，就是这样啊。好吧，先这样吧，好吧，先这样啊。等一下给你们喂饭吃啊，好吧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拜拜，跟大家说拜拜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小伙儿呀。等会儿给你多吃几口中吧呀，你看你那小心眼儿哟，真是的。好了，知道你饿了啊，等会儿立马给你喂饭，好吧，不要给我吵劲儿了。我知道了，明白了，晓得了啊。哎，知道了，好，就这样啊。